其实昨天刚抵达吉隆坡的时候，心里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，因为印象中的吉隆坡总是就是阳光普照，然后大家就是穿短裤啊，然后衣服穿很少啊，然后路上辣妹很多，对。结果你结婚了？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人家再辣，你又能怎么样？没有，我只是我描述一个状态嘛。我们几个人看就好了。我这个人就是。你也是结婚了？对啊。没有，我跟你们可能比较不一样，因为通常我是描述景象的时候，我心里不会有其他想法。嗯。哦，对。辛苦你了，你们可能都讲出一种动作这样子。他就是有一种想法啊，辣妹就是看辣不辣，他就是看辣不辣，没有别的想法，而且想吃，试试看，也没办法。马上你继续说了，哦，可以继续说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考试的话比较累。你老婆有来哦，我怎样？我不吃。对大家的荧光棒怪怪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但有点不了解为什么是选这首歌，有没有人可以回答一下？为什么是选这首歌？啊？不知道，他们跟五月天一样，无名种，大家猜不到的。对，但是呢，还是很感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谢谢这个石头国际后援会，大家知道这个五月天呢，一直以来没有一个五月天后援会，没有这种东西。但是呢，我们有石头后援会，好吗？哇，来来来，看一下，所有的团员呢，只有石头有后援会。哎，你们有网站吗？我也想要加入。不要帮那个怪兽玛莎，那个还有冠佑，还有我。那个组后援会，我们只要石头后援会。石头后援会呢，就是现在呢，只要加入，有那个、永远不会太迟。没错，对。我是要说石头后援会，只要加入，现在就送两颗石头。我还不要这种东西。抱歉。抱歉，你们不要太超过了。点歌只有石头后援会可以点。你们是石头后援会吗？哦，全部都是啊，全部都是哇哇，一夜壮大。对，要问石头行不行？对，哦，对。我说可以才能唱啊。当然啦、啊。对啊，这是你的后援会。对啊。那当然是不要对他们太好啊！他们下次才会再来啊！我们下次才满足他们。哎、欸，你们偶像这么坏、欸，这样你们还爱他吗？今天因为也是那个石头后援会的那个成立大会，不然就唱一点好了，好不好？头歌可以吗？头歌。那这就是来自石头后援会的相信。啊、你自己唱，你自己唱是吗？